甜甜的。嗯。这样就散了。一些问题。不平衡啊。不平衡，对。大家不是在看说他怎么这样对他儿子？对。现在大了也不会了。不会，对。就是喝奶奶的时候。他们都很聪明啊，自己会去。他爸爸往那边去，应该。对啊，那边刚好还有一点树荫。杀猪踹了三次的玻璃。对。在他的塘那边跟。然后又有你会过去。对。那个、哦。刚刚三只一起在玩。对啊。因为他妈妈不会跟他这样玩啊。对啊，他妈妈不会，从来。他从小都还有玩飞高高的。对。啊，林啊，对，啊，林哥就是阿姨会跟他玩的飞高高，对。哎，对，啊，讲话的来闹场，他如果不闹的话，阿姨会跟他对啊玩。